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10月1号礼拜五个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天蝎座，在今天是贵人加持，身材有道。水瓶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是适合约会哦，有人告白。摩羯座的朋友呢，今天适合在家小酌，享受美食。两名星座今天特别小心，分别是金牛座的朋友啊，财运耗损要注意诈骗的问题。射手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是小心交通工具坏掉了啊。那么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橘红色数字1，土象星座请你用黄色数字4，风象星座请你用绿色数字7，水象星座请你用卡其色数字3。